注意看，基努里维斯躲子弹的镜头在泰拳擂台上出现了。这位选手的超级躲闪在 UFC 八角笼里也再次出现过。难怪莫菲斯说黑客帝国无处不在。 UFC 七场比赛赢了六场，六场里连续五场拿到了花红。轻量级排名第六的斐济耶夫很难不被人注意到了。拉菲尔·斐济耶夫身高173，臂展180，1993年3月5日出生于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，父亲阿塞拜疆人，母亲俄罗斯人。12岁随父母移居到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。小时候，斐济耶夫和堂兄弟们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打拳击，虽然扛揍，但经常是输的那一方。转学后，为了不受欺负，斐济耶夫开始认真学习泰拳，其他格斗项目桑博、摔跤、柔术、拳击也都有广泛涉猎。在泰拳领域，斐济耶夫成绩斐然，拿到过三次吉尔吉斯斯坦泰拳冠军、2011年哈萨克斯坦泰拳冠军、2010年世界泰拳联合会冠军。毕业于吉尔吉斯斯坦警察学院的斐济耶夫获得了法律学位，毕业后做过一段时间警察，还是泰国著名的老虎拳馆的踢拳教练。2015年，斐济耶夫开始从泰拳转战综合格斗。第一场 MMA 赛事在中国深圳的 WIN FC 赛事上，六连胜后进入 UFC， 首秀输给了马格梅德·穆斯塔法耶夫。如今，这位选手已经被 UFC 除名，而斐济耶夫又打出了六连胜，连续五场拿到了花红，最近一场更是战胜了曾经的轻量级冠军拉菲尔·多斯安乔斯。如今，斐济耶夫对上了同样花红收割者贾斯汀·盖奇，十场比赛，十次花红。排名第六对阵排名第三，排名高的盖奇成了不被看好的一方。大概人们预感到了斐济耶夫看穿了盖奇的死亡地带，所以把握比较大吧。I make hell for Habib. What you make hell for him? You just go and sleep, you know? Yeah.